师，特别包括印光大师，告诉我们白天多念观音菩萨，我们寺庙都是早上念观音菩萨，晚上念阿弥陀佛。所以我们现在念一下观音菩萨啊，愿世间所有善事、所有的病苦苦难啊，都可以过去啊。来，观音菩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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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再来回向往生者，特别三途苦众生，那各位啊，回向你的父母、祖先、冤亲债主、堕胎胎儿都观想，回向给四十九天内往生者，所有新冠肺炎死亡者，那我们都不断的关心啊。愿生西方净土中，九品莲花为父母，花开见佛悟无生，不退菩萨为伴侣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。昆虫类众生，阿弥陀佛记如来希望动物道得到离苦升天超度啊！宝记如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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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宝记如来。宝记如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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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宝记如来。最后，我也带各位地藏菩萨啊，我们中国人认为地藏菩萨是超度所有特别地狱道三途苦众生，包括我们身上冤亲债主啊，让你身心痛苦的。我们都忏悔，求地藏菩萨加持。地藏菩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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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地藏菩萨。地藏菩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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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地藏菩萨。当愿众生罪障消除，永离三途，皈依三宝，信愿往生极乐世界。对了，班长者。阿瓦波达那耶梭哈。好，今天我们八关斋戒传到这个地方，谢谢大家。
大家健康快乐。生命电视台的存在，代表佛陀的教法及慈悲，让大众能够感受到。感谢各位收看生命电视台，也愿大家多护持生命电视台。护持账号：1996-5232，1996-5232，户名：生命文化基金会。接下来请收看长老发育。大家回小庙回去探亲，回家还好吧？大概我们有些道友还没听到净恒篇，离开了。那么回去了也考验一下，在这个环节。回到你那个入到社会里头去，你家总是在社会里头，关照你所闻的法，经上也没听到吗？光明绝品，问明品，听到了，回去用上没用上啊？明不明啊？见一切事物，起执着不起执着啊？回去可能也有些烦恼，烦恼还深不深？现在回来了，您能把心收一收吧？我们一切的没有成道的之前，特别执着我见，一到社会上看一些事物的时候，想想这些众生，回到家里，你家庭，你的父母、六亲眷属，我没回家，我回小庙了。小庙里的师父，你师父嘛，恐怕还没有你学的多。我所知道的，我们这小庙师公还没受戒呢，师父更不需要说了。你受了戒了，或者你住了佛学院了，那你师父、你师公把你当菩萨看。我们有好多同学的，从那个80年开始吧，在佛寺，在崇福寺啊，崇福寺专说女众，而在仙佑县，在佛学院住了几天，学了几句佛法了，懂得点佛教的事物了，回去他师兄变成徒孙了，他变成师太了，老师太了。回来向我讲，他庙上反映
这事我知道很多。我想你们在崇福寺，在这个普陀寺的回去同学，该不会这样子吧？你学的佛法，回去怎么样利益别人，怎样利益众生？在外头入社会的时候，想到自己懂得佛法了，第一个先把我先放下，有好处有功归给别人，现在你会捡取上很多烦恼。不过你回到家庭里头，他们不像他这样懂得佛法或者是信佛的家庭，他只是一个心要信，他对的佛教的教义啊道理啊他不见得懂，那你给他们利益利益他们，给他们说一说，不要学几句佛法，懂得点佛教的道理，看别人都看不起。衣服饮食这本来是尘劳的事情，慈诵礼拜这些圣业的事情，但是你回到你的小庙里头，回到你的家庭里头，他们把这些事儿看成的很重要的事儿了。我就给你做点好吃的呀，这个时候啊你应当用行为行动帮助别人，衣服饮食尘劳也，这世间的烦恼事是尘劳，劝人减轻一点，不要贪耐了。那你把你学的佛教的道理回去了实践一下，实践一下就是在你身体力行当中，让你六亲眷属，让你那小庙的师长啊道友们呢，看见你住了佛学院就是不同，懂得道理了，处处让人，对好的东西好的饮食那请道友们多吃，得谦让一些，这样子你会减多好多烦恼，也就是利益人吧。同时你得这个六卷说要讲讲你听到的什么劝你发菩提心，菩提心呢就怎样让人觉悟，让人明白，总是发愿利益别人，帮助别人，好事让给别人，吃苦留给自己，这才是菩萨。我不晓得诸位道友这段时间回去了是不是这么做的，所以目下现在讲净恒品的要皈依三宝，皈依三宝，自皈依佛，当愿众生少龙佛种，发无上意。在我们一般的受三皈的时候呢，他这个少龙佛种发无上意啊，这两句话不是这么说的，他是体解大道发无上心。一般的咱们受三皈的时候怎么样的体解大道发无上心，普贤菩萨